在桃花庄，缘何如此受宫廷贵族追捧？这妆面稀罕吧？专家现场讲解。形容女性美的话，特别是唐代，肤若凝脂。穿越历史，梦回大唐，更多精彩就在今晚9:10，河南卫视《华玉之门》。将会举办一场大唐行业精英高峰论坛，你们将会重回唐朝，成为那个时代行业的精英。在唐朝，你们知道哪些行业的领军人物？我知道，我知道，诗圣杜甫，刑侦界的精英狄仁杰，医疗行业精英孙思邈，酒庄行业精英李元霸。厉害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广发英雄帖，共赴大唐，请收下英雄帖。我的武器已在手，临岸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各位会变身成哪位精英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一家大名扬，屈指锁药王。三花侍女迷人眼，看我超级变变变。这一天不喝茶呀，感觉少点啥。凯书天下称无不，大唐行业精英高峰论坛就要开始了，快去请皇后。你看皇后娘娘这不就来了吗？欢迎大家来到华玉之门大唐行业精英高峰论坛，我是赵亮，让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现场的每一位行业精英。让我们一起欢迎2021鉴宝天团。今天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两位特别嘉宾。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大家好，我是颜值比李白高，官儿比杜甫大，画画画得比王昌龄好，弹琵琶弹得比孟浩然强，就连玉贞公主见了都要哭着喊着把命给我的摩羯居士王维。真是一位谦虚的才子啊。来，下一位小姐姐认识一下。相思渺无盼，女官真难办，上宫举子深有礼啦。当了这么久的美妆博主，没想到回我大唐竟成了女官，真有意思。这是我们宫里的人啊。好了朋友们，今天现场所有的嘉宾们已经拭目以待了，要来登场的第一位行业精英会是谁呢？掌声有请。欢迎大哥，欢迎您。哇，您今天出场的这阵仗够壮观呀。对对啊，发生了什么大喜事吗？因为今天呢我们应邀来到华玉之门展示我们多年的藏品，所以非常高兴，专门请舞狮助阵。我看出来这个狮子也挺高兴的，你看这个眼睛呼灵呼灵的。哎，大哥，怎么想起来用舞龙舞狮这么震撼的方式出场？因为呢狮子祥瑞之兽，在我国呢凡是有重大的节日和庆典活动都要请舞狮助阵。所以今天我们舞狮请过来啊。我看出来了，您跟狮子真的还挺高兴的啊。对，恭喜恭喜您来到了华玉之门啊。大哥，那我得问问您了，今天您的这个出场方式这么的特别，那是不是藏品也特别厉害啊？因为我们这藏品呢非常震撼，应该是华玉之门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件藏品，这么多期的舞台上应该是第一次有这种东西，应该是可以破咱们华语之门的记录啊。大哥，我们华语之门开播18年了呀，什么珍品没见过，说破我们记录就破我们记录，真的假的呀？这个东西呢从体量到年代到它的历史价值，等会儿一看一看一定会破咱们记录。好，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带好您的宝物，准备进入时空之门吧，有请。
身装扮啊，像是一位诗人。我今天穿越的是大唐现实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啊？对。为什么？您哪一点和他相近吗？或许您也是一位诗人。白居易他也是个诗客或者赏诗的鉴赏者和收藏者，他做了很多诗都和这个石头有关、啊、和石头有关。对，这还真是如假包换哈、啊！不能鉴赏奇石的诗人，那肯定不会是好厨子吧，对吧？其实白居易哈、啊，他曾经写过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做《太湖石记》。那么这篇文章就是中国有史以来就是第一篇系统的阐述太湖石它的收藏价值和鉴赏方法的这么一个文献，所以是一个开山之作哈、啊。而且呢，白居易哈、啊，他对于这个奇石鉴赏，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贡献呢，就是他树立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审美标准，叫做丑石观。就是说，白居易家里呢就收藏了很多石头，客人进去一看，哎呦，哎呦，这两块好难看啊，对吧？丑丑的，辣眼睛。但是白居易却觉得这就是人类高质量奇石啊，他能够用他独特的审美的眼光，从这个暗淡的事物当中挖掘出它的光芒，让原本可能显得很矮小的事物，最后变得很高大。这是他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那您今天啊带来的这件宝物，那应该也跟奇石有关，那咱们看看是什么吧。哇，您这是一头石狮子。对，石狮。您这狮子可够大的呀。一米多吧。重呢？300多斤。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我们华鱼之门历史上能够见到的最为重量级的藏品了。石狮子呢在中国是源远流长，从汉代开始，石狮从印度传入中国，嗯，一直到南北朝，到唐代、宋元明清，这历代都有石狮子的身影。嗯，它寄托咱们中国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辟邪啊、纳祥就靠狮子，所以它非常有意义，是个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所以今天是来给我们送吉祥来了，那得摸摸摸摸狮子头。对，吃喝都不愁。吃喝都不愁、啊、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头上都快被摸秃了，都有一层包浆了。 是吧。我有一个小小的比较刁钻的问题想问一下现场的各位行业精英哈，那请问他是公还是母呢？我觉得他是公的，他张着那么大的嘴，长特别凶、嗯、是从他这个凶狠威猛的表情看出来的是吧？我觉得一定是母狮子、哦、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手里面带着他的孩子，一只小狮子，所以一般在家里都是妈妈带孩子比较多。那究竟是公是母呢？待会儿咱们请鉴宝天团来帮我们揭晓。全国各地呢很多地方都有摆放这种狮子的，咱们电视台门口就有两只，但是最有名的还是故宫博物院的那两只了。嗯，而且我们平时看到的都是成对摆放的，脚踩绣球的就是公的，它寓意着脚踏寰宇。那么带着小狮子的就是母的，寓意着子孙绵绵。那您今天带来的这只石狮子，想必您觉得它是属于我们唐代的喽？这应该是唐代的。唐代的狮子呢一般是比较肥硕啊，巨口钢爪，关键和明清狮子区别是它没带脖抢，我们叫围脖啊，项圈带点小铃铛、哦、一般铃铛越多级别越高。宋以后的狮子啊一般是这胡子两撇，而这个狮子三缕胡，它就是典型的早期的，从南北朝开始一直到唐，都是这种三缕胡，或者一缕胡，或者三缕胡。但是您说的究竟对不对？它到底是不是属于大唐的石狮呢？咱们还得有请2021鉴宝天团张张眼，有请。罗万象更出彩，热烈祝贺丹江大观院4A 景区四星酒店并驾通过认证验收，要旅游就去丹江大观院。先见过皇后，再见过白居易。那我就说说呀、啊，这个石狮子，第一点呢，看它的整体造型，前面呢基本呈一种垂直状，后边顺着背下边啪一下就成了一个斜线，整体呢大约是个三角形的形状，这个呢是唐代狮子的特征之一。到底是公狮子还是母狮子？公狮子典型的外貌上的一个特征啊，就像头上啊有很多的
鬃毛，它这个呢有很多的鬃毛，而且这个鬃毛呢由于时代的特点，它呈一种什么呀，卷窝状，是卷发卷的鬃毛，这个呢也是啊我们看这个狮子的一个重要的依据。现在做的很多狮子是没有胡子的，它这有三绺胡，传统的那个三绺须髯本来是人的，现在跑到了这个狮子上面，而且呢中间的这个有显长，这个在唐代的特别是初唐时期的狮子上面是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只是啊它两旁这个稍微的往上翘一点，中间的这个在肩的部位打卷儿，由此来看呢这应该是初唐时期的一个狮子。这个初唐时期的狮子是非常有特点的，就是啊它的左爪抬起来了，然后下边啊是抚摸着一个小的狮子。这种啊造型的狮子在这个唐代的时候啊，特别是初唐时期非常之罕见，所以这件狮子它的价值呢是比较高的，为我们研究啊唐代的狮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或者版本。恭喜恭喜，谢谢王老师。我大唐盛世国力强盛，我大唐的雄狮啊也是威武雄壮，谢谢这位行业精英。看看下一位会是哪个行业的精英呢？有请他。天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群 HR， 他们光鲜又有范儿，他们悲催又好玩。哇，欢迎我们这位漂亮的吃饱人，我听出来了，一位会唱歌的 HR 啊。对，是的，我是一只想要放飞自己的 HR 小姐姐。漂亮的小姐姐，我想问问你，今天如果真的能梦回大唐，你最想做哪行啊？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哎呦，我嘛，这是个粉饼哈，补个妆，哎，已经够漂亮了。想从2021美到大唐，是不是？对。那希望如你所愿，好不好？好。带好你的宝贝，进入时空之门吧。好的。娘娘，我们上宫局新研究出来了一款最新潮的妆面，您画了这个妆面啊，一定能艳压群芳。娘娘，您要不要试一试呢？哎呀，真的呀，那本宫可必须得试一试了。本宫的试妆宫女呢，赶紧上来，帮我试试这到底是惊喜妆还是惊吓妆呀？人呢？试试吧，看看这妆怎么样。说起这妆面啊，我们大唐那可是当仁不让，历朝历代当中我们大唐的妆容可是最雍容华贵的了。对的，不然我上台给您露一手如何？来吧来吧。好看，给大家分享一下，展示一下，不错不错。各位把这些妆面啊都牢牢的记住，打今儿起啊后宫的嫔妃都得画这几种妆面。谢谢谢谢子深，也谢谢各位小姐姐。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啊，今天来到我们大唐精英高峰论坛的好多都是我们大唐的精英女性。其实啊，好像在我们大唐女性的地位是比其他朝代要高一些的，对吗？
确实如此啊。比方说吧，在一个家庭当中哈，我们知道其实在宋代的时候，这个司马光、王安石包括苏轼，他们的妻子都曾经主动的非常愉快的帮他们的丈夫挑人纳妾。而在唐代有个著名的故事我们很熟悉了，就是著名的宰相房玄龄，唐太宗想帮房玄龄纳一房妾，结果房玄龄的妻子卢氏就是不同意，最后唐太宗怒了，然后弄一个瓶子说这是一瓶毒酒，你今天要么答应要么就把这个毒酒给喝下去。卢氏说喝就喝，结果一喝呢，其实是戏弄他的，是半瓶醋啊，就是吃醋的由来。所以你看在一个家庭当中，一个妻子敢这样去行使她的权利顶撞丈夫，对吧？啊，就足见唐代这个女性地位有多高哈。好了，说了这么多啊，今天你来到我们的大唐精英盛会，那你要来鉴定的是什么宝物呢？是一件绝美的粉盒。还有什么样的绝美之物是本宫没有见过的？快打开让我瞧瞧。皇后娘娘您看，哎呦，单看这个盒子都已经如此的精美了，可想而知里面的胭脂水粉该是有多么的绝妙呀。这盒子看起来是不错，而且上面的纹样和你今天穿的服装还挺像的，只是不知道它究竟是不是属于我们唐代的呀，万一是有人大胆带了赝品来欺骗本宫，那就不好了。不过究竟是不是唐代的咱们也不知道，咱们还得求助一下2021的鉴宝天团，有请。感谢福森药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抗感30年福森双黄连，感谢福森源凉茶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草本凉茶温和配方，健康饮品冷热皆宜。那么不管是唐代还是我们现代，好像有一个标准一直都没有变，比如说形容男性美的话，白面书生，玉面郎君；形容女性美的话，特别是唐代，肤若凝脂，啊，就是白呀。那么白既然作为标准，那么不白的人就略显吃亏了，怎么办呢？我们通过化妆的形式把不太白的皮肤变得白起来，要做什么呢？擦擦粉。所以说粉和这种器物呢，是成着用来变白的这个香粉用的。粉盒的上面呢有一个图案，这个图案呢中间呢是一个四瓣叶子形状的一个图案，四瓣叶子上面不同的四个花型，这四个花型代表四季，就像女性漂亮四季常青像花开了一样。那么经过香粉的装饰呢，花香叠子来，所以我们看这个粉盒上面呢周边出现了四个蝴蝶。唐代这个时期呢，是把美好的这种爱情呢是基本上自由化的，一个女性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期待美好的爱情，在唐代这个时期是比较显著的，女性地位确实高。那么我们看这个粉盒呢，这个粉盒呢是绿釉的，里边呢是黄釉的，它的侧面出现了一个把这个盒子用来扣起来的一个小消息的一个记号。这种工艺呢其实在传统的器物制作当中呢，这就是一个年代感的比较重要的一个表现。然后呢这个釉呢光洁如新，非常的亮丽，看它的釉质呢像新的一样，特别是在光的映衬之下呢光亮如新，但是它的表面的釉质呈现出来的这种老旧状态非常的自然。然后内部的黄釉呢把它的品种框定在唐代唐三彩工艺的一种制作形式。那么吃宝人带来的这个粉盒是一件非常完美非常漂亮的唐代珍品。瓷器呢不太好保管，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很容易碰坏，所以传世量并不是很大，特别这么精美这么完整的并不是很多。那么像这么精美的粉盒呢，唐代的珍品没有一点瑕疵，工艺有那么精美，我们经过合议给出的价钱呢人民币12万元，恭喜你。好，谢谢高老师。上微博参与话题互动，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参与话题讨论，获取更多节目精彩花絮。下面这位带来的宝物啊，听说人人都喜欢，有请。主持人您好，我叫孙超南，
我可不是超男扮的超男，我是超人的超，男人的男，真正的超级男生中的超男。哇，超男这个名字霸气啊，我觉得比超人还厉害呢。嗯，超人会飞，我不会。 啊那您会什么呀？我会的超人不一定会，请看。好，哦，一个硬币，硬币，对，五毛的。看好了，对，放在下面。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怎么呢？嚯，厉害不？哇，哎，毫不夸张，我距离这么近，我都没看出来是怎么个手法。原来您是个魔术师啊，厉害厉害。也不是，其实我就是大家口中所说的数钱数到手抽筋的银行职员。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宝贝？我听说咱们节目可以让我回到大唐盛世。由于路途遥远，别的物品也不好带。我打算带着钱回去。哦，来到咱们大唐盛世，当上一回户部尚书，掌握财政大权。没错，那接下来才是真正见证奇迹的时刻啊！来，请走入我们的时空之门吧。想要吗？给你们。哟，不差钱儿，这是留给您的。我在乎这个吗？那我就收下。我可是皇后娘娘。我真的不差钱。我看看，既然你非要给我，那就先放着吧。这位有钱的公子哥是谁呀？大家好，我叫王二狗，因为我浑身都是宝，你们可以叫我王元宝。我叫什么？钱一会儿都给你们。矜持淡定好不好？钱看着是挺多的，就是不知道真假呀。这位财大气粗的公子穿越而来，本来说要成为我们的户部尚书，一不小心成了王二狗了。我刚才在登台的时候一直在研究，其实户部尚书也不好。怎么讲？跟我平常在银行工作一样，看似天天都是钱，但没有一点是自己的。所以我决定了，这一次我要当唐朝首富。首富？咱首富叫王二狗吗？摩羯先生有这号人物吗？还真有哈。他到底有多有钱呢？有个故事这么说的，说是有一次呢，唐玄宗召见王元宝，说你到底有多少钱啊？王元宝他这个很为难，他也没办法像我们今天掏出手机是吧？银行卡余额看一眼就知道了，那没办法，那就是我只能给你打个比方，这么说吧，你看这终南山上这么多的树，我在每一棵树上都挂上一匹尖，就是非常好的丝织品哈，怎么着也得值几千块钱吧。直到这个山上的树，所有的树都挂满了，我家里的尖还有剩的，就是有钱到这种程度。听到没？不差钱。找人待会儿查查他睡觉够了没？跑本宫这儿炫富来了。今天带的什么宝贝，让我们2021的鉴宝天团看啊？看一下。看到没？全是钱啊！这就是真正的腰缠万贯。作为首富，这就是我的宝贝。叮叮当当的。除了平常收藏一些奇珍异宝了，我还特意保存了一些唐高祖时铸造的开元通宝。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一定价值不菲，所以说请专家老师帮忙看看。说到这开元通宝啊，我想考考在座的各位，除了开元通宝之外，还知道有什么样的流通货币呀？影视剧里我倒是见过不少，什么金元宝呀、银穗子什么的。我知道的是一个贝币，我记得好像有一款叫做飞钱。我知道一个，但是不知道是否准确，叫顺天元宝啊。顺天元宝，好的。其实啊，在我们大唐盛世流通的货币有很多，王元宝的钱不少，但是是真是假不知道。
所以它的价值几何，咱们还是听听2021的鉴宝天团怎么说。有请。荣万象更出彩，热烈祝贺丹江大观院四 A 景区四星酒店并驾通过认证验收，要旅游就去丹江大观院。王员外好。这个王元宝刚才他说他腰缠万贯，实际上我估计不会到100个小瓶钱，也没多少钱，没多少钱。说你这个王元宝啊有点假呀，假富二代。再看这个钱啊，是真是假，是不是唐代的，第一个就要看什么呀，看这个上边啊有没有锈，或者说呢它的锈皮是什么颜色的。你看它这个有蓝色的，有绿色的，还有沁，而且呢是非常自然的，不是那种啊化学锈啊，或者是什么呢，是那种啊哎用那个色染的，它完全是什么呀，是由于时代造成的。锈皮这第一关通过了，第二呢就是要看什么呀，要看它的锈的那个深度，它是要入胎骨的，意思就是什么呀，它不是表面上啊有一层东西甚至啊弄点颜色一涮就掉了，它要深到里边去。你比如说绿锈下边有红锈，这个红锈去掉之后，这个钱呢就是个什么小坑，所以这个钱呢新老这个是要仔细看的。尽管这个开元通宝看着是一样，实际上仔细分的时候呢它是还有很多种类的。这个是什么开元通宝小瓶钱，为什么叫小瓶，就是它最小的单位。所以说到这个定价的话呀，这个小瓶钱论斤的，我们这里头就不做估价了。谢谢。东西都是真的，收好。谢谢王老师。上微博参与话题互动，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参与话题讨论，获取更多节目精彩花絮。有请下一位大唐精英人物。主持人好，在下安民乐，有礼了。瞧瞧我们这少侠，这身板练家子，哎呦，秀肱二是吧？你平时是经常健身？对，我平时啊就特别喜欢健身，尤其喜欢的就是各种武侠人物和历史上的大侠。哎，喜欢哪些？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像小说当中的杨过、郭靖、花满楼、李寻欢，太多太多了。毕竟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呐。那这么多英雄，你最喜欢哪些啊？我来说，你来猜怎么样？还要出题考我？来，请出题。第一个，好，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呼气兮成白虹。这是易水歌啊，讲的是荆轲，对不对？对。来，第二个，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哎，这个大家伙都知道嘛，精忠报国的岳飞啊。没错。哎，不过你说了这么多的人物，跟你今天带来的藏品有什么关系啊？武周皇帝武则天有诗为证，扶正术，守清琴，升显位，立向臣。哎，跟武则天有关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走入我们的时空之门。臣参见皇后娘娘。免礼。看到你的这身装扮，我就想到了李太白的《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浮身去，深藏身与名。这说的是你吗？你的身份是侠客吗？没错，在2021年我是一名健身爱好者，但是到了咱们大唐，我便是一名侍卫。谁的侍卫？这个还请大家来猜一猜。如果他是一位精英的侍卫，那么他守卫的这个人物应该也是一个大人物，对吧？琢磨琢磨。
他这么帅，我觉得可能是托塔天王李靖。不对，如果他是托塔天王李靖的话，那他的宝塔在哪里呢？对呀，塔呢？在我们大唐最有名的就是秦琼尉迟恭，我猜他就是其中的一位吧。姑娘们众说纷纭，可是您到底是哪一位呀？我们先请子申猜一猜。虎将铠甲高帮鞋，我猜你是狄仁杰。哎呦，顺口溜都来了哈。也不是，但有关系。那你这就是送分题了哈，就是大人问我怎么办，元芳，此事你怎么看？我猜你莫非是李元芳？大人所言极是，在下便是李元芳。我身边守卫的这位，便是我们的狄大人。天哪，我们总是说元芳你怎么看，今天元芳来了，好好看看。但是你说今天你带来的是你守卫的狄大人，这怎么说呢？此相面如冠羽，眉清目秀，相貌无英伟，身材伟岸，这不就是咱们大唐第一判官狄仁杰狄大人的形象吗？大唐第一判官狄仁杰，什么时候谁给他封的称呼叫大唐第一判官了？他不是断案还行，判官是怎么回事啊？这事儿我们还得请教一下。是不是第一不知道哈，但是确实是挺能当判官的。那其实我们知道狄仁杰是一个一代名臣哈，他是五周时期的宰相，但是确实他也很能断案。就说他在这个大理寺当差的时候呢，曾经用一年时间就把他们部门哈积压了好久好久的各种疑难案件全都给搞定了，而且呢这个涉案人数达到了17000人，最后呢所有人都觉得判得好，非常的棒啊。所以呢我们后世哈在清代的时候也有一个小说叫做狄公案，强化他这种善于断案的这么一个形象。我个人觉得狄仁杰呢对于我们这个唐代历史最大的一个贡献呢，就是保住了这个李唐王朝的江山社稷。所以他其实在我们很多中国人的心中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位神探狄仁杰，对吧？你确定他就是你所护佑辅佐的狄仁杰狄大人？我觉得他一定是。请问他手中拿的这是个葫芦，他为什么要拿个这个呢？你见过手拿葫芦的狄仁杰吗？有时候狄大人在晚上就寝的时候喜欢也拿一个葫芦干什么呢？喝点酒。其实我也没有问他。元芳你怎么看？好吧，你今天带来的这个造像究竟是不是你所辅佐的狄仁杰大人，马上答案就揭晓了。有请2021鉴宝天团。感谢福森源凉茶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草本凉茶温和配方，健康饮品，冷热皆宜。感谢福森药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抗感30年，福森双黄连。刚才你说啊，这位呢是这个狄仁杰，这个说的呢也有道理。你看呢，他戴这个帽子啊，这叫幞头。身穿呢这个圆领的这个四转衫，也就是说两边开气的这个袍子，腰系着革带，然后呢穿着一个长袖靴，这是典型的唐代男子的常服，一看呢就是唐代的人物。但是穿着这样呢就一定是狄仁杰吗？我呢曾经呢见过这个故宫啊这个南薰殿里面呢有一套这个历代贤臣图，这里面呢就有这个狄仁杰，但是那里面那个造像啊，那是长着这个络腮胡须的一位老者的形象，跟这个不同。再者呢，你说两度出任宰相的人当胸端着一个葫芦，刚才你那个解释也解释不通啊。更重要的是啊，从唐代一直到清末，在我们中国人的信仰体系当中呢，就没有啊铸造啊供奉狄仁杰像的这种习俗。所以啊，你的这个说法呢我是不敢苟同的。那么这是不是唐代之物呢？那么我们审视一下啊，你看他的这个头部啊所占的这个比例啊相对较大，这个面庞啊
圆润，象身呢比较壮硕，是吧？胎体呢也很厚重，衣纹呢简洁粗犷，这个坐具呢是和这个象身呢是分体铸造的，这是晚明时期的造像特征，而且是真品，这说明啊，这不是唐代之物。那这个象身呢，它的这个象主究竟是谁呢？除了他这一身啊唐人的打扮以外，手里头托的这个葫芦是重要的线索。从造像学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人物的这个身份的标志。我们中国人呢有句俗语，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在古时候啊，这葫芦呢是可以用于啊装药的。过去啊，无论是药铺还是这个诊所都挂这个葫芦，那是药师和医师的招牌。我们到今天呢，有时称颂一个大夫，我们就说他啊悬壶济世，这个壶字就是这个葫芦的古称。另外呢，这个葫芦呢还可以用于啊成这个丹药，就是道家炼就的那种外丹。综合我刚才讲的，就说在唐代既有名医身份，然后呢又与这个道教的这个丹道派啊有密切关系的重要人物只有一个，就是孙思邈。孙思邈呢是我们这个唐代啊最著名的医学家啊，著有这个千金药方啊千金一方啊，同时呢他也是道教里面尊奉的太玄真人，因此啊他在道教的世界里啊他是天医真官。我的鉴定结论是，这是晚明时期的孙思邈像的精品。谢谢赵老师。哎呀，这个结论呢就有那么一些尴尬哈。元芳你怎么看？此事必有蹊跷。但是我觉得吧，虽然说呢它并不是属于我们大唐的狄仁杰的造像，但是呢它也是晚明时期的，也同样是非常值得你珍藏的一件精品，好好的保存它。线上鉴宝免您辛劳，华玉学院圆您收藏梦，华玉现代艺术品带您领略现代陶瓷艺术之美。看过了这么多行业精英给我们带来的大唐珍宝，我想啊接下来是时候让大家看一看我们大明宫珍藏的国家宝藏了。今天我带大家欣赏一幅唐代大画家张轩的画作《捣练图》。什么是捣练？其实捣练就是捣蒜的放大版。蒜的放大版就是用这几位小姐姐手里拿的那个中间细两头粗的长木棒，当时叫做针杵，在叠好的衣料上反复捶打，这样衣料才能变得柔软细腻，才好拿来缝制冬衣呀。整幅画十二人分成了三组，谁才是画中的主角呀？看来没人想当配角。画面右侧是开始的部分，捣练完了就该他们上场，他们得把捣练中弄断的丝线重新织补好。眼神不好的人呐，还真干不了这活。你看这个蹲在地上的小丫头在干什么呀？她呀就是传说中的烧火丫头，任务就是把这个炭火盆烧得旺旺的，为接下来的熨烫做准备。可别小瞧这小姑娘，她在整幅画中可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最后就是熨烫组了，只见这位小姐姐身体微微往后倾斜，可是在用力把布拉平，拉平之后呢再拿熨斗熨烫。这熨斗咋加热呀？就用刚才那小姑娘烧的炭。这样烧炭的熨斗啊可是历史悠久。这捣练图里的小姐姐们身着水红、绛红、鹅黄、宝蓝等等颜色的衣服，纹样也各不相同，大唐盛世的繁华和绚丽真是名不虚传。捣练图就展现了大唐盛世中女性的华贵之美，而这华贵
也是要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之上哟。